太难了，这支部队，你真的是慢慢往七级升，太难了。这两个都，护甲也会被移除，来吧。打下来了，13。这个地方我居然没有造，闲着没事儿，我又可以食品生产厂。这儿有宿舍，没问题，他去休息一会儿。Construction complete. 到了，休息一会儿，别急，基地。哪儿还能建造？这儿是没电哦，开了不少新的，再来个电厂。食品打天下。现在是124的食品产出，拿这个东西，咱把所有需要制作的东西都爆掉。能拿食物换就拿食物换，换不了就拿科技换。刚才有什么问题？说是我什么点儿不够？这个地方什么情况？这儿满满的，没什么可造的了。这只能说造个电厂，再造食品厂。训练设施拆掉，然后再造食品厂，三个训练设施什么时候造？这儿再造一个，这个地方满满当当全是食品厂。行了，这回是建筑也满了，再找几个其他那几个。这是主线，研究这个病毒。8天，哎，等等，这可是有点儿。
咱两个飞船顾不过来了，但我存了档了。这个存档的好处，只要不打架，实际上操作不多。这帮货往这儿走，这样的话就能救得过来了。Construction complete. 待会儿再存个档，这点操作又白瞎了。其他几个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操作了吧？来，他在这儿休息休息。下面出了问题，再往下走。休息的差不多了，来这儿。果然好像是固定的。Research complete. 救出来没问题，还是这种，你打完一场出来，你操作再怎么复杂也没有这个战斗型的。如果外头操作多了，比如建东西、调整人、士兵多了，也可以。事后存个档，存活五个平民。Yes, it's my turn. 你说这长相乱七八糟的，真是没辙。血量还不够，不过这个地形可以。居然没发现人，再往前走。哦，发现一个这个。差一步回不去，至少可以跑一个，其他人
那儿有一个。Let's see now. 距离挺远，他们应该是够不着的。那边又有人质。还没看到人，这个货咱这波能探到的话探不到了，就可以救他们。空中飞人，各就各位。其他的人都还没看到，就这儿来吧。绿脑袋，没死，有可能救得下来。这可是不好搞啊。那边有人，所以只能往屋里跑。屋里也有人。我看这个货好像是喷虫子，不是炸弹，不是炸弹，先别管它。Ready, sort of. Trying to aim. 优先处理这些。想打那个有点难。Moving out. 躲在那个地方不安全呀。那些货近战会秒人。
哎，里头那看不见还行。能打到他的武器就好了，刚好是打了半天打不到。哎，不讲道理啊这。Repositioning. One 发打他的武器，散弹枪还是？那打不了了。Succeeded.Guess it's my turn. Poor no one.哎呦，别捡东西，用了一个 AP 点儿，这事儿弄的。那下面就得看运气了，但人家拿的是喷子呀。贴身一枪怎么也死了。Aiming. Target down. 可恶了。Resting up a bit. 看运气，不死人就行。没死，好样的。满地的虫子打起来很不舒服。但有一个方法可以无视这点虫子，就是咱上去就行了，他们不会爬，不管他们怎么抱，他们也不会爬。Channel open. 哎，
Let's do this. This 帮货逃之夭夭。都在上面，一时半会儿下不来。这个地方也算是安全吧。打腿流血，迟点也流死了。好结实呀，站这儿总是安全的。追不住这几个，流血没流死。你不扔到最上层，不用管。每次扔六个有点多。这几个是安全了，还五个都逃走了，相当的不容易。我们头一回好像人质都存活，那十点肯定是溜死了。真不少，移动过来打一个打两个，就剩一个点了，走不了了，所以逃走啊。 Executing。点数不够打三个的。Trying to aim. Outside, 好像还有虫子。Repositioning.
All I need is a clear shot.量太厚了。Ready to fire. Moving.来吧，扔上来两只。没扔上来，撤离二，哼哼。这个地方红的什么意思？喂，不对，这儿是个什么情况？够不着他。Trying to reposition. I just need the right angle.下面不安全，上来。这情况这儿搞不清楚。我看不到，但他能炸到我。什么破事？
standing by. Moving to position.他是扔在这种根本我们也不能站的单元里，咱就不能打他了。这小虫子这么远抱不到啊，接下来就是打扫卫生的事情了。嗨，你还能忍，这有点儿。我说他流血流死了，没想到人家还能忍。这回是铁钉死了吧？12点。Right there. Enemy spotted. I see them. Here we go.On the move. 这层没了吧？Let's do this. 哦，这儿怎么还有一只 ？Let's do this. 还有，见了鬼了！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这我得等他爆。
那儿还有一只。犄角旮旯，哎呦，终于，真是在打扫卫生。哎，自身研究，拿苹果换研究就行了。什么？纯粹苹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习惯，有时候那种特别长、特别长的流程，你因为一个小失误重打的话，干脆就连游戏都不想玩了，常有的事。消失。动五格以内的距离，在下一回合从视野中消失，或直到被发现为止。未被啊，这个技能一直还没点。我说怎么觉得缺点东西？下一等级的事儿。现在没事干，彻底没事干，家里爱造什么造什么。可以养第三波部队，可以的，那个非常好养，咱们就不着急了，就拿上几个狙。换他个天长地久。能见着的来吧，电厂、食品加工厂，反正是空着，这也是空着。回去休息。哎，这有个大巢穴，刚挡了一波，刚挡了一波，再休息会儿再打吧。其实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他可以回去升级了，把这个一打，打完之后回去做的。等升七级，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办。大巢穴，
跟之前那个一样，那我们一口气飞过去。这个咱就一口气跳过去就行了，根本其他的都不考虑。Receiving loud and clear。抑制点儿。Moving to position。Let's try this。求快。除了那个控制心智的要躲一下，其他的没关系。飞吧，这半天没看到人，这货遗憾一点。On the move.这么飞没发现敌人。这个全图。还没发现我，挺好。他要能跑着掉下去就好玩了。Channel open。就这个洞，我们再跳一次就过去了。Taking action. 没人，发现了，就这个不好搞，在那儿，他不一定发现我们。Moving out.而且它只能控制一个。Executing。其他的人控制一个，其他的人把它打掉也可以。Moving out. Yes. 控制吧，就控制一个人。
不理那个人。Repositioning。这货硬往过爬。Here we go.愿意扔扔，不理他。愿意控制控制。咦？喂？之前一直是在这儿的。出了问题。All I need is a clear shot. 不在这儿，这是什么情况？Moving out。Ready to engage. Then, 再打一枪还搞不死他。Ready to fire.
那是哪个洞？这找洞也是个事儿。I'll try to get there in one piece. Just need to catch my breath. Executing.这点货我们离开他们甭管了，那是那个洞。 Doing it. 找洞要紧，Let's go.看得眼花缭乱，小鱼人打死，其他的不管了。On it. 下面还有一个，应该可以自己脱控吧。On the move. 随你扔，反正我就跳走了。真是不容易呀、啊，藏得真是深呐、啊！我找到就好。哎呀，一只。行动点数四个。先上去再说了。能让我跳就好办，再往这边跳。其他人全丢掉，你爱放多少放多少，不理会儿。Here goes.这只能一枪一枪打。
一直都用来飞天了。小虫子的坏处，耽误时间。这两个要略小心一些。I'm ready. Aiming. 这什么时候有个标记就好办了。Steel on target. 这边没法打。How does that taste?没扔上来，不管了。Here goes nothing. 下回合怎么也干掉我。找他就花了不少时间，之前打两次都是上联。不这儿站着了，走吧。啊，不用，这回合打死。猛击有点意思。再来150也升不到七级，还得打两场。等我们什么时候有标记，打这种血量多的就好办了。Blessed, there are some who still cling to the sins of the old. Very well, but do not think about it.这样左右上角那个红条一直是长不上来的。好，稍等。哦，我要回去给他们弄等级去了。这个船没有其他任何的价值。
精疲力尽，提出想加入凤凰计划。更多的人手，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三个训练设施，对，他就这儿不动了。这个货附近探的也是下面。像咱是随便造吧。缺什么？哎哎，不对不对，一号点过来了，二号。避难所，提供医疗。被伏击，哎呦，这有点儿，这帮人身上连武器也没有，这可是有点过分了啊！连个我换装备的机会都没有。没有半点兴趣。三个回合逃走，哪儿撑得住撑不住。现在我们剧情的点儿就可以了，和剧情没有关系的点儿是不要也罢，那这个点儿甭管它了。食品加工厂可谓疯狂，哎呦，生产列队没东西了。我看二号部队他们能拿的武器，
还需要三把。哦，这个新人物，这套东西可是头一回见。技术操作员，机械臂，这行搭载的东西咱还一个都没错过。恢复机械幺二级的生命，行，那这个人物很厉害。不过不管他，死亡标记终于有一个了。那还缺三把枪。继续等，继续升级。凤凰基地，新的基地，好样的。我们可以再换一点资源出来。简而言之，又弄吃的了。一座桥梁，接受任务，以教父之名，也算是个主线吧。他在那儿等七级，真的在这儿等，比出去打经验升的快。能不打就不打了，什么资源点什么，现在我们说不打就不打了。寻找科学学的解决方法。他的儿子被鸭子杀了。标记技能算了，好歹是九点的意志力。花凤凰点就花吧。
感知范围，这个有用。点上。这个没什么鸟用。这儿有个小岛，建立一个监测站。一个奇怪的生物，有心脏的一片由人类心脏形成的区域，横跨整个山谷。拿食物换一点材料出来。有材料那边再弄食，再弄苹果。反正咱这个玩意儿已经成套路了，这就相当于经济无限。然后拿食物滚食物嘛。不打这种地方咱就不打，咱又不缺，现在又不缺这点东西，打它干嘛？溜达的找基地，找任务，炸掉这个地方，帮助他研究。一把灰尘，想要收回圣物，归还。Research complete.哦，这个主线，那个病毒，八天。That maybe the Pandora virus wasn't from Earth, that some alien disease had come down from the stars, like a plague from heaven. But now that we finally had the evidence we needed, we realized the truth was more terrible than that. The Pandora virus was alien, yes, but it wasn't a disease. It was a bioweapon. We were not alone.And whatever was out there wanted us dead. None of this had deterred Randolph Symes. He continued his quest, hoping that whatever his great-grandfather had buried in Oglethorpe University's time vault held the answers he needed. We would have to hope that he was right. 外星病毒，这是大主线。时间库。研究在不同派系间引起大量的争议。一方面，耶利哥是通过军事途径，平衡议会是内部争论越演越烈。我们是否该与他们共
没提教派怎么个想法。现在我们狙击手或者是重装，从这儿扫，扫去吧。哎，等等啊，咱的弹药、医疗包忘了，差不多该补补一点。那个弹药不需要了，再补就是这个。还不到全期，大家均有死亡标记，纯粹是一套东西。负重力量，护甲总感觉不重要，点在意志力上。I always argued for giving New Jericho another chance. Maybe there was more to Tobias West than greed and self-importance. 战争才是唯一的选择。Maybe New Jericho could be a force for good. 看来平衡议会也没什么主见了。之前还有争论，现在没有了。Tenedrian claims to stand for anarchism.But true anarchism is freedom from coercion. What Sanhedrin actually stands for is 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他们互相之间宣战了，被摧毁的。Research complete.研究，行了，没有必要非得都等七级，我们从现在开始。哎，现在开始又困了，又玩了一晚上，好吧，明天开始我们拿这支部队，等等，这支部队应该已经很完美了。未被发现的状态下。三点一次部署三个蜘蛛机兵，这得有东西才行了。
它顶上有。但唯一它的缺点，它不能飞呀、啊，这个缺点很大。比起它这个隐形技能，实际上是差很多的，没什么太大价值的。咱常规的打法还是更有用一些。制造方面，医疗包不停的补，武器等等，那点苹果也种的差不多了。看看咱的装备里面，这点旧武器等等先留一下，别着急。高斯机枪，连发12，12×40这么个意思，有效范围9。这种是机枪。不用，现在这种武器没什么价值，就靠远。你发现没有，这游戏咱玩到现在就这么个毛病，乌鸦一套，乌鸦头，检查一下，就是咱这个人物甭管再怎么结实，敌人想一下秒你，一回合秒你，哪怕是一梭子子弹秒你，想秒还是秒。搭载的东西什么都没做呢，所以距离优势这个东西忽视不了。检查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缺头，其实看就可以了，看他们穿的，现在咱也记住了，以前是不行。没什么价值，这手雷也没用。衣服裤子还缺，最后一把枪，哎，这个货是在哪儿啊？把它扔回去升级吧，它非常牛的样子，只是说这种机械的还没看到，而且我怀疑它的实用价值，比起咱这个矩阵，我还是很怀疑的。你想，你召唤一堆东西，你还得控制那些东西，操作实际上更麻烦了。
好吧，反正我们第一支队伍是 OK 了，差一个头盔就算是齐全了。第二支队伍也可以打了，有战斗力了。而且现在我们审视的是，除了任务的战斗，我们通通不要了。玩到现在发现，就是经营它就可以了，根本就前期要点战斗换点资源。现在我们不需要战斗，不需要资源，不需要经验，只过任务就行。所以接下来应该比较轻松一点了。好吧，今天我们就先玩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在明天下午再继续，应该会比较轻松一些。再组个第三个队伍，然后弄得好玩一点，就没啥问题了。好吧。